我哋系九十后嘅青年人，我哋中意玩，中意蒲，但系唔代表我哋唔关心社会。我中意香港呢个城市，包括呢度嘅一花一草、一砖一瓦，每一个微笑，每一份关心，因为香港系我哋嘅屋企。我关心香港呢个城市，关注呢个城市最新嘅动向，九十后青年人嘅机遇，同埋我自己喺社会嘅定位，因为香港系我嘅屋企。近几年有好多好多好多社会嘅问题都得唔到解决，有人话 The city is sick。九十后有人上街，有人恶搞，但有好多人选择咗沉默或者逃避。但系喺网络世代成长嘅我哋，识得善用网络作为传播意见嘅渠道。喺急速嘅全球化世代之下，我哋亦有公民责任同埋更多嘅知识去改变同埋贡献呢个社会。透过一连串短片，讲述九十后嘅故事，我哋希望可以令到更多嘅市民了解九十后，唤醒决策者对九十后嘅关注。我哋要打出一个讯息，年轻人 ，You have the power。让我哋透过光、影同埋声音，编织一个又一个九十后嘅故事。倾听九十后，倾听呢个城市嘅声音。